一五年零五零七，番号五六八 DV， 它是德国的角环，握在手上是大型的鸽子，血统是红狐，有一些混入咖比的一些血统哈，盖比的血统，它是购入的哈，引进的种鸽，作为鸽舍里面改良速度的一个年轻种鸽。骨地顶到大只，大只骨地顶到，哦，骨地非常的顶，啊来只底，就了解数三只啊，这刚刚去讲你就去，够黑啊，翅膀排列非常的漂亮，够黑啊，好教练啊，你数名字，你要怎么够清秀？